需要老师帮你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走向，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在面相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嘴唇白而无光，则这样的女人天生的气色比较弱，受孕能力不强，少有子嗣，嘴唇一定要气色红润鲜亮有光则为最佳。若是女人的嘴唇发白，身体体质较少，体弱多病，常年遭受病痛的折磨，家里经济状况不佳，常常需要为钱发愁，与孩子的缘分浅薄，常年聚少离多，很难相聚在一起。但是穷人孩子早当家，若是孩子能够教育好，反而能享儿孙福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